起到了非常大的团结作用。它的乳腺镜呢，丰富的水土绿色，给到有效养殖。《法治进行时》即将播出，吕梁山区生态发展之路，敬请收看。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理念。这里是由中共山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山西省司法厅和山西经济资讯频道联合推出的全民普法节目《法治进行时》，我是凡凡。本期节目是由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特别策划并协助拍摄的。在这里呢，还要提醒您，观看节目的同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应声互动微信小程序，点击点我互动的按钮，边看节目边互动，深入了解法律知识的同时可以进行有奖问答，赢取品牌美酒和现金红包，超多互动等着您。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话题。吕梁山区地处黄河中游，是黄河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区位十分重要。2019年9月，习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提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和总体要求，为我省做好吕梁山生态保护修复提供了根本遵循。目前吕梁山区生态修复和治理工作进展如何？咱们跟着记者的镜头去忻州市敬乐县看一看。敬鲁村是忻州市敬乐县丰润镇西北部的一个偏远山村，这里的人们祖祖辈辈过着日出而作、春种秋收的日子。敬鲁村是典型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沟壑纵横，由于耕地坡度大，无法进行机械耕作，亩产量很低。眼前的这位老人叫吕牛子，今年77岁，从他16岁开始种地，至今已有61个年头了。尽管老吕在种地方面经验丰富，可他每年的愿望仍旧是期盼风调雨顺，粮食不要减产。好胡子啊，这里不得在黄水，后来该地的在地子都冲垮了嘛，把手脚淹没了，材料就少不。庆鲁村的村民世世代代过着靠天吃饭的生活，家里的收成全看老天爷的脸色。因为庆鲁村位处山沟里，每逢暴雨就容易发生山洪，庄稼被淹。老吕说，他家每年收回来的粮食，除去家里必备的口粮，收入微薄。而在庆鲁村里，跟老吕家有相似情况的人家不在少数。不过，这种情况从2017年开始发生了改变。他是最后来，我们把河山河洼都抄了粮，引发在黄水了都堵住，最近这几年了也在荒废都不多。吕大爷说的种树是敬乐县实施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让坡度在25度以上的耕地梯田退耕还林还草，政府依法进行相关补贴政策。通过大量的种植林木，不仅提高了水土的保持率，也将粮食产量由平均每亩的170斤左右提升至每亩500斤左右。再加上政府每天补贴种树的劳动费用，收入变得可观了。这也让吕大爷一家的生活彻底变了样。我平常我最多挣过120，现在我集中户我全家好了，能收我30万。敬乐地处汾河上游，是吕梁山生态脆弱区，流域面积大，立地条件差，抓好生态保护和修复刻不容缓。近年来，敬乐县大力实施人工造林工程57万亩，其中退耕还林12.59万亩，有效地推进了吕梁山区生态修复。退耕还林和黄山造林工程的实施，对吕梁山生态保护和修复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特别是我县境内丰厚的水土绿色得到有效养殖，全县水土绿色面积由135万亩减少到53万亩，年降雨量由430毫米提高到480毫米，养蚕次数由每年14次缩小到2次，山上植被、身边种绿、环境优美、碧水长流的生态环境已初步显现。
短片看完了，吕梁山区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修复一直是大家关注的话题。为此，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还特意出台了关于加强吕梁山区生态保护和修复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决定。退耕还林还草就是决定当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郭彦成副主任来为大家解读这个决定。郭主任您好。主持人好，今日金请观众大家好。那么通过刚才的短片呢，我们也看到了退耕还林还草给当地的老百姓生活带来了很大的转变啊。那么请您给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为什么要进行退耕还林还草呢？退耕还林呢，是一项推动美丽山西的生态工程，助力脱贫攻坚的民生工程，促进乡村振兴的德政工程。长期以来啊，吕梁山区地形破碎，沟壑纵横，干旱少雨，生态脆弱，受地理和气候因素影响，土地较为贫瘠，加之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形成越贫穷越种地，越种地越贫穷的恶性循环，陷入一方水土难以养育啊一方人的境地。为加强退耕还林工作，国务院于2002年出台了退耕还林还草工作的若干意见和相关条例，极大地推动了退耕还林工作的顺利实施和健康发展。在国家有关政策的指导下，吕梁山区开始退耕还林，目的就是要修复退化的生态，加快脱贫步伐，促进转型发展。刚才视频中看到的进乐县，就是这几年通过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发生的巨大变化。那么刚才啊，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也对退耕还林的重要意义了解了不少。那么决定当中对于退耕还林又做了哪些规定呢？决定呢，从多个方面呢对退耕还林做了详细的规定。一是啊，在退耕还林的范围上，决定呢规定在25度以上陡坡耕地、25度以上陡坡梯田、严重沙化耕地、重要水源地内15度以上、25度以下坡耕地等区域实施退耕还林。二是在退耕还林的补助上，决定规定要严格落实退耕还林还草后续补助政策，在不改变土地性质的前提下，将优先发展经济林并纳入退耕还林补助范围。三是在农民增收上，决定规定可以通过流转退耕还林地等走进多种类型的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经济林，支持退耕还林还草的农民参与水利设施修建、土地综合整治等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增加农民生态劳性收入。实践证明，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不仅是受益万计的退耕农户从政策补助中直接受益，较好地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呢，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培育了生态经济型产业。生态环境的修复呢，不是一朝一夕的，是需要一个长期的漫长的过程的，更需要当地的相关部门在治理方面不断的推进和维护。那我们的记者呢，在静乐县采访的时候也发现，一些更为偏远的村庄，往往呢一个村可能仅仅有几十个人啊，生产生活条件恶劣，政府呢通过整村搬迁的方式让这些破旧村落重新复垦，不仅修复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同时呢也让村民过上了幸福的新生活。下面呢，咱们就一起去静乐县的严子村看一看。王大爷今年60岁，生活在静乐县丰润镇严子村，他的家安在一个山坡的窑洞中。用他的话来说，自打他记事起就一直生活在这里，祖祖辈辈数不清多少年了，都以种地为生。但是由于经常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耕地经常荒废，只能不断地重新开垦新的耕地。以前住在这各方面都没有这个安全感，尤其是这个吃水问题。过去没有解决了这个人去吃水问题了，还是要丢里面求。2018年，静乐县政府对王大爷所在的严子村实施了整村搬迁，王大爷一家从破旧的窑洞搬进了城里新楼房，原来的村庄被重新规划，办起了合作社，养起了驴。王大爷则从庄稼汉变成了饲养员。提起这几年村里和自己生活的变化，
王大爷开心的合不拢嘴。过去四个人一年也是靠种地，一直是一年一个4000块钱的收入。现在回来为这个毛驴，现在一年也够一些2000来块钱。严子村的其他居民在城里过得怎么样？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子，他们在城里过得还好吗？我们走进了其中一户人家。这个就是您新家？嗯，是了，进来看一看吧。哎，好好好。您这个房间有多大平米？有80多平米。嗯，但是咱们租这楼房花了估计不到10000块钱吧。按照政府的政策，曹女士80多平米的房子一共花了不到10000块钱，从破旧窑洞搬入亮堂的新家。曹女士有着说不出的喜悦。现在丈夫在城里打工，她自己也在积极参加劳动技能培训，为家里增加一份收入。据了解，静乐县从2016年开始实行异地搬迁，涉及48个整自然村，总搬迁规模2500户，6480人，把村民从生态环境恶劣的偏远山区搬入了静乐县城，改善了居住环境，提升了就业机会，通过劳动技能培训增加居民收入，让这些人能够真正脱贫致富。截止目前，咱们静乐是对整村搬迁村庄是复耕土地面积是1500多亩，复绿的面积是390多亩。通过刚才的这个短片，我们看到了当地政府在生态修复上是做足了工作啊，尤其是实施整村搬迁，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同时呢，也可以说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可以这样说吧。为了从根本上改善深度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十三五期间，吕梁山区整村搬迁建设集中安置点383个，涉及到建档立卡搬迁人口是4.8万人，同步搬迁3.9万人，整村搬迁后贫困群众从根本上改善了生活条件，增加了就业机会，提供了收入水平。通过各种措施，吕梁山生态修复已经初见成效。那么接下来怎么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呢？如何帮助当地的老百姓增产增收，过上幸福的小康生活呢？咱们通过下面的这个短片来看一看。在这里呢，再一次提醒您，改版之后的法治进行时成为了一档可以手机互动的栏目，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互动页面，就可以领取栏目组专门为您准备的现金红包和精美好礼。吕梁山区地处黄河中游，通过这几年的综合修复和治理，水土流失、土地肥力等问题得到明显改善，当地农民依据独有区位优势找到了一条新的种植路。现在咱们这个种植基地，一个是改变它的种植基地，把大钱玉米变成钱农玉米，钱农玉米这个它就附加值高，第二个呢它就提升了它的产量，现在钱农玉米上这个谷及亩产都在1000斤以上啊，通过土壤改良，现在谷子亩产达到800斤，过去亩产都是四五百斤。根据吕梁山地区普遍缺水的特殊条件，2017年县政府引进了抗盐碱的新型种类植物，有效地帮助土地涵养水源，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土壤环境。2018年在洼村乡三营村种植了2000亩菊，过去滑秃秃的那个退耕还林种了2000亩菊，以前这个后里边没有水，2017年种上，2018年老百姓感觉到不下雨，后里边有了水。通过引进含有新型植物，科学合理施加有机肥，提升土壤质量，大力发展有机旱作农业，让原本单一的种植业变得丰富起来，各种小杂粮种植得以迅猛发展。小杂粮啊，你比如说它就是燕麦，它就是喜欢磷肥啊，咱们这个地方的就是缺氮少磷，通过这几年的改造一些提升一些真实有机肥能加肥，这几年氮磷结的比例和微量元素的比例的已经成了配方施肥。除了土壤的肥力的增强，水力的改造也让种植基地享受到了移动喷灌带来的方便，各种小杂粮等经济作物被大量种植。以燕麦为例，由于品质的提升，每斤的价格由原来的1.3元提升至1.9元，每亩产量提升了100斤，极大地提升了农民的收入。
通过一系列的组合拳，把静乐建设成为山水林田湖草统一系统治理的示范区，吕梁山区生态治理修复和高质量发展的样板区。我们可以看到，静乐县呢，通过吕梁山生态修复与治理，带来高质量发展的成果。当然了，我们在短片当中呢，呈现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那么，请郭主任再给大家具体的来说一说，吕梁山区产业发展的现状是怎么样的，存在着哪些问题呢？这个俗话说啊，产业兴，百业旺，只有产业发展了，吕梁山区经济才能全面转型。人民群众呢才有获得感。目前呢，吕梁山区基本的产业布局是南部地区主要以发展经济林为主，中北部地区呢以发展牧草业为主，北部地区啊以发展有机旱稻农业为主。虽然吕梁山区在特色产业发展方面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也有呢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但山区内依然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比如产业规模小而散，管理粗放而不够科学，品牌少且知名度低，市场竞争力不够强等问题都急需解决。那么决定啊，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对于吕梁山区产业发展做了怎么样的布局安排呢？您来介绍一下。为了破解产业发展难题，决定明确提出吕梁山区应当优化产业布局，对适宜耕种的农田坡度以下、缓坡耕地、破碎耕地、作业通道进行临平整治，大力发展有机旱稻农业。针对玉露香梨等农产品品牌，决定提出实施公用品牌加企业品牌战略，充分发挥区域协同规模优势，支持创建区域公用品牌，支持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创建企业品牌。为了推进吕梁山牧草业发展，使区域内草畜平衡，决定了在禁牧、休牧、能牧等方面做了明确规定。比如在禁牧范围方面，规定了在新造林地、未成林地、幼林地、封山育林区等区域禁止放牧，并对省市政府的相关职责做了具体规定。那么刚才啊，郭主任介绍的可以说非常详细了。可以说呢，关于加强吕梁山区生态保护和修复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决定的出台，必将对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及省委四维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深入实施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修复治理，加快美丽山西、生态山西、幸福山西发挥重要积极的作用。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郭主任的精彩介绍。那么在这里呢，还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了栏目的热线，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难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51-830-0315向我们反映，我们有专业的律师团队为您来解答相关问题。好了，下周同一时间，法治进行时，和您不见不散。